蚂蚁的生活环境是什么？蚂蚁在15至40摄氏度之内都可正常生长，但最佳温度为25至30摄氏度之间。冬季低于10摄氏度会进入洞穴，但不会冬眠，只是不再频繁活动。它们在洞内吃秋天储存的食物。蚂蚁的土壤湿度应控制在10%至20%之间，空气相对湿度应控制在70%至90%之间。蚂蚁是群集而居的社会性昆虫，而且恋巢性很强。多数种类筑巢于地下或树上，且食性杂，一般植肉兼有。蚂蚁一般都会在地下筑巢，地下巢穴的规模非常大，它有着良好的排水通风措施。一般工蚁负责建造巢穴。蚂蚁的寿命很长，工蚁可生存几星期至3-10年，以后则可存活几年甚至10年。一个蚁巢在一个地方可生长几年甚至10几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白蚁不属于蚂蚁，